王静返校亿万票房虐心，潘子创小说改编拍片。在台湾的票房在昨天，前天超过了2亿。返校不止叫好又叫座，除了票房长虹，还出征釜山影展午夜放映单元。我睡着了。现在大家叫你亿万票房女星了，2亿大关，接下来呢？我比较喜欢人家叫我学姐啦，我觉得学姐比较亲民。嗯，先票计划这应该是要交给男生吧？最近好像那么胆小，他也不能干嘛。那你想要交男朋友？可以的话，男扮女装一下，可以吗？经纪人。那金马要不要拼第一枚？先再瘦再说。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看起来更健康、更紧实一点，穿衣服也好看，很漂亮。谢谢。金钟第五美的心情怎么样？老板有没有塞钱？报告学姐，没有。我非常开心，因为其实那天我很紧张，我从来没有走过红毯，所以而且大家就知道我比较粗手粗脚一点，所以走红毯的时候频频一直踩到自己的裙子，在这样情况下还能够得到第五美，对我来说已经是至高的荣耀了。那小说创作呢？还有没有在写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，我一直很希望自己小说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改编成剧本。投稿给丽姐啊。我跟她聊过这件事情，她说先去上编剧课再说吧。娱乐动新闻，粉丝敲完等作品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请支持它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